王力宏在某综艺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爱情和婚姻。王力宏自曝在17、18岁的时候就想结婚，因为爱是一个充满安全感的国度，甚至因为太喜欢小孩，想在18岁有自己的孩子。在2013年王力宏宣布闪婚的消息曾把他推到风口浪尖，各种流言让他应对不暇，甚至被家人误会。但好在两人婚后幸福甜蜜，王力宏的妻子李亮磊也对其评价说，是一个很有才华、很美好的人。王力宏得知后十分开心，耶，得分了。看得出他如今的幸福，作为华语歌坛实力偶像的代表，王力宏具备了大部分音乐人梦寐以求的条件。他是美国知名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拥有良好的音乐功底和创作能力。他不仅才华横溢，而且还有着帅气的外形。他除了精通创作、编曲以及绝大部分乐器的演奏，还懂得英语、法语、日文，因而给听众留下了多才多艺的印象。